十一单元，唐刘晏，方七岁，举神童，作正字，笔随右，身以势，而右斜，勉而至，有为者，亦若是。唐朝的刘晏，七岁被推举参加神童试，做了正字的官。初入学的人，只要勤勉努力，也是可以做到。有作为、肯努力的人，也可以像他一样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刘晏的故事。唐代时的刘晏，天资十分聪颖，六岁时就能背诵《诗经》和《论语》。八岁那年，唐玄宗到泰山祭拜天地，刘晏献上一篇《东风颂》。好文呐、好文，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，一定不是等闲之辈，朕要召见他。陛下，刘晏到了。孩子，你几岁啊？启禀皇上，我今年八岁。东风颂真的是你写的吗？启禀皇上，是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宰相张悦考考你吧。臣遵旨。于是张悦出了一道题，让刘晏答卷。请先生指教。好啊，启禀皇上，刘晏的确是个天资聪明的神童啊。玄宗很高兴，封刘晏为正字官，负责勘正文字，校对典籍。十岁那年，玄宗问刘晏：你身为正字官，到底能正几个字呢？天底下的字我都能正，唯有朋字臣无能为力呀。原来朝廷当时有许多人结朋党做坏事，刘晏才如此说。刘晏长大后官至宰相，管理财政，他以爱民为先，多用廉能之事，为国家理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